用咗超級盤鋼生產抗體料，因為電題係中醫服務應納入公營醫療體系，要向雙方為正方加盟發起中學。120间中医研究中心的求诊人次总和超过121万。
提升，外國都增資投放資源研發中醫，市民對中醫嘅需求日增。但政府補助淨係佔中醫診所總支出嘅10%，遠遠比中公營西醫嘅90%為低。中醫發展受到局限，為咗營運，中醫診所唯有提高診金，壓低中醫師待遇同福利，控制成本。當中醫從業員嘅薪酬、工時、升遷冇保障，香港又點樣吸納人才呢？香港而家連人都留住，中醫發展點解唔係現實呢？我方今日唔係要一步登天，而係採取循序漸進嘅方式，將而家18中醫研究中心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發展中西醫協助模式，點解唔係對市民健康更加好呢？多謝各位。
先問一個問題，你第一條問題，有冇成成年中醫嘅專業性？有冇成年嘅？頭先有冇轉變咧？有話中醫嘅成分係全面㗎啦，呢點先唔理。再問咗個第二個問題啦，有冇成成現時嘅功能負擔沉重咧？咁有冇覺得佢有因果原因係乜嘢？睇先有冇回答？其實有冇同埋係答唔出，因為根本原因係乜嘢㗎？其實今日根本原因咧就係人手唔夠。咁有冇承唔承認中醫係一個專業嘅醫護？有冇認承認嘅話，今日加入中醫有個功能係咩咧？可以起到分流嘅作用，大大加到人手啦。咁樣功能負擔就可以舒緩啦。呢個我哋兩個嘅共識。咁最後有冇覺得條問題啦？有冇覺得咧？現時中醫現時中醫嘅未成熟嘅地方係邊度咧？其實西醫已經可以做到佢。有冇同今日矛盾啊？頭先又話咧，而家公營負擔沉重，又話西醫咧可以做到。其實現時咧，唔少嘅急症室都係爆滿嘅。就以現時為例咧，現時上面咧有15間嘅急症室，其中13個咧牀位都爆滿咗啦。可見單靠西醫係唔可以簡單解決曬全部嘅公營負擔，有冇成成嘅？但係中醫係入唔到急症室嘅，中醫佢係。有冇同我釐清翻一樣嘢先？頭先嗰個急症室爆滿咧，係講現時嘅西醫咧，佢嘅人手係唔足以解決曬全部嘅供應負擔，有冇成唔成嘅？但係中醫成效低，咁點解我哋而家有冇同我矛盾啊？頭先又話成嘅專業性，而家又話成效低，有冇立場究竟係乜嘢咧？專業唔代表成效高噶嘛？如果專業嘅成效咧，自然係有噶啦。所以有冇同，因為有冇同話成效低有咩根據咧？其實現時咧，佔咗全球咧有70個國家同埋120個國家都成立咗唔同嘅中醫機構啦，佢都有承認中醫嘅成效噶。喺香港嚟講，中醫嘅成效都係不斷提高，如何成效低咧？其實中醫服務在國際上面，無論在亞洲
州，深圳丹阳州，亦都被当地沿用成为一个医疗服务。举个例啊，新加坡成立了中医管理委员会，确立中医师制度，中医的针灸服务亦都被美国列入咗去认可的医疗服务之一。而澳大利亚亦都成立了中医管理局，并且同西医系睇齐噶。嗱，喺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赵忠振就指啦，越来越多香港人寻求中医服务进行治疗、预防、调理身体，可以见到中医喺港人的地位不断提高。2016年至2017年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63号报告书亦指出，一个月入面已经有20%的受访者系使用过中医，可以见到其实中医的技术系已经系成熟了，很多港人亦都系对佢信心系增加咗噶，甚至连外国嘅国家都将呢个中医列入最通列入去呢一个医疗系统的时候，都有方言言，究竟如果咁样都未算系未成熟、成效低嘅话，咁有方眼中究竟成熟系点样衡量嘅咧？成效是怎樣衡量的呢？是否全球人都單一使用這個中醫才叫做成效高呢？第二，有方就說中醫主要就是要是未病先醫，但我方覺得很奇怪的，有方說睡眠質素低啊、頭痛啊、腳軟啊這些中醫是會先去醫治，但這樣反而是不好的，原來在有方眼中這些都不算是病的一種來的。我想問有方同學，是否要等到病人病入膏肓，出現了嘔吐啊、甚至是就嚟死的情况的时候才可以去治疗的呢？况且中医是注重体质，身体不舒服正正就是代表了身子虚的，要需要这个医药的介入。美国中医药大学中医博士何丽公医师指，如果忽略了这些小病，有机会会酿成了大病，甚至失去生命。是不是想问有方同学，是不是未病如果不未病先医，这样做是不是对市民有利有益的呢？其实讲这么多，有方都只不过是担心资源会错配，令到真正需要救治的未能受到医治。我想问有方同学，市民是不是要等到病情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要确认到自己不会浪费资源，真的要制止才可以去救他，才可以去求医呢？那一来，有方是不是将资源凌驾在市民大众的健康身上呢？中医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系统的医疗系统，只是可惜中医直到现时仍然未被纳入去公营医疗体系，难免影响了整体医疗的整体技术更上一层楼。宋大中医药学院院长杨爱玲教授也指出，现时中医体证和临床研究主要是私人诊所为主，未能够好似西医咁样用透过公立医院采取大量的数据有效影响它的发展，想问药方咁样做有好处呢？各位身體放鬆，情緒穩定，只有每次針灸的時間大約為20至30分鐘，每個禮拜只需要針灸2至3次。反觀西醫，每次治療只係大概需要8至10分鐘。比較之下，中醫的治療時間顯然地係比西醫耐。到底有分何
係咪想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去分擔呢個公營醫療嘅負擔啊？定係增加醫療嘅負擔咧？其實講到底，英國最錯嘅就係認錯咗中醫嘅性質。中醫核心價值治病嘅主要方針就係講及未病先治，治療身調理身子。公營醫療作為香港人生命最後嘅防線，用最快最少嘅資源去救最多嘅生命。如果要用救命資源去調理身子，又合唔合理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只會出現兩個情況：一係中醫不成中醫，要放棄中醫根本嘅核心價值，未病先治，令到中醫係不成中醫；一咧就會令到為咗遷就中醫，失去咗公營醫療安全網嘅作用，反而對市民嚟講係一場災難。因為佢用嘅錢係唔可以單單以80,000嚟計算，佢用嘅錢係為咗香港630,000嘅人提供養生服務，好誇張咧。其實根據咧2013年董大師基金健康及社會工作學教授陳麗雲咧，就發現香港超過90%嘅人處於亞健康，即係將病啦，就係、是、正正係中醫嘅主要嘅服務群體。如果要納入，就要取捨。有冇同學你係咪想中醫變到不倫不類啊？定係公營醫療體系崩潰咧？西醫咧單靠西藏解決曬全部病嘅訴求，唔需要中醫咧。中醫嘅成效得到肯定，市民有訴求嘅話，納入公營體系有咩問題呢？講完成效啦，再講翻而家市民嘅訴求啦。今日我方一副都講過啦，中醫嘅教研中心咧，一年求診人士咧，足足有121,000。如果有方言呢個數字唔夠高嘅話，今日睇中醫嘅需求咧，遠遠超過呢個數字㗎。中大亞太研究所嘅數據顯示咧，長者同埋低收入人士咧，唔能夠負擔又貴又冇資助嘅中醫收費，先轉睇公營西醫。頭先咧有方一副就話啦，而家咧西醫咧就睇50蚊嘅啫，咁中醫就睇100幾蚊就好貴啦。但點解有呢種情況咧？就係因為現時咧中醫佢哋冇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啊嘛，市民無資助，所以佢咪睇咁貴咯。呢個咁貴嘅情況下咧，2013年嘅本港中醫服務調查同樣指，冇睇中醫嘅受訪者入邊咧，有80%人係因為中醫無資助，收費貴過西醫先會去唔睇噶。今日好多市民都對中醫有訴求，點解有方同樣漠視咧？今日將中醫納入醫療體系啊，唔係淨係話好自私咁樣服務中醫啊，佢哋係為睇中醫嘅人提供資助，為睇唔到中醫嘅人提供選擇，回應訴求之餘起到分流作用啊。譬如睇西醫人，佢哋輪候時間短咗，都可以受惠噶，何樂而不為咧？跟住有方同學講到最尾咧，其實都係想同我哋講，有一啲醫療負擔咧，補充嚟就係講錢嘅問題，錢銀作怪咯。但有方同學今日主辯咧，佢哋同我方講個反方啊，就要設立中醫醫療券啦。其實呢個自相矛盾嘅喎，有方話設立中醫醫療券係咪唔需要用錢嘅咧？有方話錢用到幾多咧？有方冇清楚交代噶。咁既然有方話要提出中醫醫療券，佢嘅目的都係想市民可以受惠嘅話，咁今日索性將全個中醫納入呢個醫療體制有咩問題呢？更何況今日醫療券咧就係有金額限制㗎，同埋使用次數㗎，用完咧都要睇翻西醫㗎。長者低收嘅人士始終係負擔唔到，今日點解唔可以納入呢？跟住有方同學咧另外一個成場同我重複嘅例子咧，就係話好多市民咧冇病冇痛都要睇中醫，咁就浪費公共資源啦。但一個人冇病冇痛刀槍不入嘅話，又點去睇醫生嘅咧？佢哋調理身子又都話亞健康狀態，咁即對佢哋唔健康啦。咁樣有病睇醫生，呢、這個咪正正係今日呢個公共醫療體嘅目的咯。如果你有病你唔睇醫生，你等到冇病，你等到病入膏肓嘅時候去睇急症室，咁樣輪候時間咪咁長咯？無關乎今日嘅公共醫療負擔咧咁沉重啦。今日咧唔少，頭先有方提出啦，啲失眠有睡眠不穩定等等啦。但今日原來西醫咧，佢哋失眠嘅時候都可以睇醫生，西醫都可以食安眠藥嘅喎。我方唔明白，今日有方同學嘅骨折率其實係咪都係歧視中醫、棄中醫嘅需求與不顧咧？多謝各位。跟住又請反方係點樣發言？
在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話，我方認為中醫嘅存在冇嘅必要性，但我方從來冇咁講過，我哋真係講中醫嘅存在唔符合公營醫療系統嘅定位，唔符合公營醫療體系作為市民健康最後一道防線嘅角色。今日有方同學咧，縱觀成場講啲乜嘢咧？講醫療體系方面咧，中醫咧對於某啲疾病咧，能夠比西醫有更好嘅效果啦。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咁樣咧？有方同學今日覺得不是用公營醫療體系，係作為市民提供基本醫療效果服務，睇出作為醫療最後一道防線嘅作用。如果一項疾症公營體系同中醫都能夠醫治，咁根本就無需將佢因此加入中醫。如果呢項疑難疾症屬亞健康嘅範疇，按照中醫嘅理念，中醫係要喺亞健康前已經調理好。全港有將近90%人需要醫治亞健康，公營醫療或者政府根本就冇辦法負擔咁大嘅負擔。即使政府有心幫忙，都係無能為力。就算有疑難雜症，又唔屬於亞健康，又只有中醫能夠醫治。但係呢一類病症始終都係屬於少數，因為呢啲少數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根本就唔值得。我哋今日只要將呢病症納入一個類似藥物名冊嘅方案，既可以節省帶入公營醫療體系嘅開支，又可以達到效果。因此今日根本就唔應該因此將中醫納入公營體系。第二，今日有學員又話我中醫咧納公營醫療體系之後，可以回應市民訴求，可以令到中醫價格下降，咁市民就唔需要負擔咁貴嘅價錢啦，令市民大眾可以得以受惠啦。但有方同學忽視咗公營醫療體系咧，其實咧係唔係咁樣咧？佢要係幫市民做一個急性一個護理，只要一個病患公營體系醫到嘅話，咁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將佢納入去啦，因為公營醫療體系只係為咗令每一個市民都能夠有個合適嘅治療。而不是為了令每一個病了的市民醫治亞健康等等。所以因為這樣都不應該將中醫納入公營體系。首先今天真的有一個病症之後中醫能夠醫治，我們可以效仿藥物名冊為這些疑難雜症提供資助。今天有方同學話醫療券可能不夠了，我想問有方同學會不會有一個人每一天都會係咁生病，所以令到醫療券的限額不夠呢？所以今天有方同學的立論證根本就不成立，為了這些疑難雜症提供資助，根本就不需要將中醫納入公營體系。其實今天西醫作為主要的治病方法，手段繁多，可以直接對大部分的疾病提供治療，充分提出公營醫療安全網的作用。中醫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健康問題，而且真正的疾病的調理手法未比西醫有效。即使今天中醫可以保障到極少數人，西醫都解決不了病人，又令到可以更加體現公營醫療安全網的角色。面對這些十分例外的例子，都不至於要納入公營醫療，因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罕有的例子開始類似藥物名冊政府認可名單。由此可見，個別罕見病例定係普遍病例都可以以納入嘅手段處理，納入中醫根本就係一個極差嘅解決辦法，而且冇必要性。普遍中醫醫療服務根本就唔應該納入公營體系。增加呢個西醫嘅服務，而去增加呢個比較慢嘅中醫服務咧？有冇可能如何增加西醫服務？
哋有錢增加中醫服務，點解唔可以有錢增加西醫服務？反對中西醫一齊增加。有冇想我哋錢喺邊度？可行性係乜嘢？有冇落去啦？頭先有冇同我方講可以增加西醫服務？咁增加西醫服務係唔使用錢嘅咧？因為錢嘅問題根本就唔係重點嘅問題。醫療公共醫療體系安全網嘅作用有方識過啦，要用錢咪用咯。咁有方同西醫嘅人手喺邊度增加？中醫喺呢啲病上面更有成效，再者有可能冇回應我方問題。請問西醫人手短缺嘅情況下，你所講人手喺邊度增加？咁有可能就講話，我哋中醫醫療院咧就要用錢，但咁我方嘅中醫醫療院咧，淨係用於呢一部分病係西醫醫唔到嘅。但係咧呢筆費用咧，只係平過有可能要津貼曬所有中醫醫嘅病。有可能首先你數字都講唔清楚，真係唔明有可能中醫醫療係點樣嘅運作啦。再者，有可能我問咗你第三次啊，西醫人手短缺問題有可能如何解決？嗱，我哋通過培訓、教育等等，令西醫人手問題解決。我想問，將中醫納入啦，同培訓西醫等等，比較起邊一個更有效咧？對公營醫療體系？如果我見唔到點解同時增加呢一個西醫嘅培訓人才嘅時候，同時唔可以將呢個中醫納入去呢一個公營醫療體系，令到兩者可以更加？舒緩到呢個公營嘅負擔。有方同學，我想問你啦，你啱啱成日講話中醫係未病先醫，咁我想問有方同學，如果係有市民係有啲感冒嘅時候，係咪都唔應該去睇西醫，整到佢係真係病，都方其實先去睇西醫咧？咁有方同學就話，我哋要用少啲錢，好，咁何況咧就同你講用少啲錢。嗱，如果我哋淨係增添呢個西醫嘅服務同埋中醫醫療券嘅用嘅錢咧，係遠遠低於呢、這個有啲同學要津貼曬中醫所有嘅，同埋要加西醫服務嘅費用噶。點解今日？因為今日我方係唔可以用中醫醫療券同埋增加西醫服務嚟減低個費用咧。好簡單，因為中醫醫療券嘅涵蓋範圍未夠全面咯。即係今日有方同學面對呢個全港700,000嘅公共醫療健康，佢哋注重邊樣錢行先咧？今日喺醫療上面要用嘅錢，要用就應該用噶嘛。有方同學自己都話㗎，西醫個餅可以做大，佢可以增加人手，點解中醫就唔可以呢？今日政府今次諗下嘅可行性，好難做到一樣嘢咯。因為今時有限，我都見到而家政府可以隨時動用嘅盈餘足足有7,000億。而家中醫咧佔全部嘅公共醫療開支只係佔0.1%啫，係咪增加少少都唔得咧？今日方案只有方嘅邏輯啦，中醫醫療券係咪唔可以可行性係成疑嘅咧？嗱，我哋而家冇講過唔可以增加中醫嘅，但係問題係喺同等嘅問題，你增加西醫更加符合成本效益，佢更加係符合而家公營體系嘅需求啊嘛。有冇同學？退啦就話咧，佢哋而家係兩個都可以一齊增加。咁我有方話要增加西醫啦，但而家西醫點解人手短缺咧？而家西醫增加有醫科生嘅學額啦，甚至近期啲研究都係引入外地嘅醫生㗎。但始終公營嘅數量都係遠遠滿足唔到需求啊嘛。雖然我哋今日咪提倡將中醫納入公共醫療體系咯，更加重要係佢可以提升到中醫嘅地位，確立中醫嘅認受性啊嘛。呢啲有邊個範疇可以做到咧？嗱，今日我方咧並唔係話唔用呢筆錢啦，而係講話用得抵唔抵啊？咁如果要津貼曬所有中醫醫嘅病，西醫但係呢啲中醫醫到嘅病，中醫西醫一樣醫到，但係點解？但係中醫醫療券就可以淨係部分有彈性咁樣去揀一啲西醫醫唔到嘅病嚟醫，點解唔係最好嘅選擇咧？你覺得咁嘅立場好矛盾嘅，我方一二副都講過啦。今日中醫有某啲病，例如婦產科啦、癌症上面嚟講係對西醫有獨特嘅優勢㗎。點解唔應該納入體系嚟提供資助咧？再者，今日有方嘅醫療券就係針對病人而言㗎。咁今日針對啲中醫診所、中醫本身嘅行業，邊個被資助佢哋咧？佢哋嘅行業係唔需要完善嘅。係有方同嘅立場開始退，因為按照有方同嘅講法，係咪真正係納入婦產科就得啦？咁其實咧，根本就唔符合而家中醫嘅理念㗎。咁我咧再問有方同學扭曲咗個中醫理念，點樣可以幫到公營醫療系統？點樣令市民受益？一個扭曲咗嘅理念，點樣幫到市民咧？請你論證。有方同學點樣扭曲啊？因為你要逼中醫納入啲公營醫療體系，就即係逼佢哋要快。但係中醫講求係慢慢嚟調理佢身體，咁樣係咪扭曲咗佢嘅核心價值咧？有可能仲睇過中醫咧，我就睇過中醫啦。今日咧，尋日我病嘅時候睇中
醫咧，中醫俾咗劑量我諗，可能就醫好咗個感冒啦。咁樣我方見唔到，點解要慢慢調理身子咧？因為中醫唔單止有預防，都可以治療，咁兩隻一齊做㗎。點解中醫唔可以立行咧？點解西醫同佢食一劑就好得快？咁點解唔食西醫要食中醫咧？我同阿媽都係咁講，你應該冇食過中醫嘅藥㗎，我食咗三劑先好啦。
講完理念，不如我哋再講下而家嘅狀況啦。其實今時今日，連政府自己、眾議委員會，甚至係食物局衞生局，政府各個部門都同我哋講啦，直接中西醫合作嘅先導計劃，將高度落實嘅中醫院等等，全部都只係想令到中醫獲取更多嘅臨床經驗，然之後先有判斷實中醫嘅發展。例如點樣同西醫合作，甚至加入公營醫療服務體系。其實中醫角度裡面，一種藥好係足夠㗎，仲要配合埋病人嘅體質、睇藥物嘅藥性，先至去開方執藥。其實一個公共醫療政策同埋防疫咧，其實我哋唔可以單憑一個理念、一個原則就貿然加入醫療系統。要知道香港嘅實情點樣，同公共醫療體系嘅現況點樣，先至去對症下藥。咁除此，何況希望在座各位可以審視一下而家公營醫療服務體系所為大眾提供啲點樣嘅服務，究竟係想媲美私營醫院浪費資源啦，定係最快速度拯救一啲疑病甚至病危嘅人士咧？嚟自今日嘅辯題點不食啦，多謝各位。並且向社會各界顯示對於改善現時醫療體系問題的承擔。
啊，當中醫有專業性，社會有需求，中醫有人才，政府有能力，就應該將中醫逐步納入公營醫療服務入邊，咁樣先至係對未來嘅醫護界乃至整個社會最妥當嘅做法。多謝各位。好，坐喺度講。咁咧，呢一條題目咧，首先收貨下先。咁我自己咁大咁間學校咧，都係大政房嘅。咁但係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今日其實正反雙方咧嘅即係主線咧，即係個切入點，其實係好大路或者好正路嘅，即係都正正常常嘅。接觸到啲係一定會咁樣諗嘅。第一個分歧咧，就係、究竟中醫嗰個定位究竟係啥？我記得咧，反方嘅結辯咧都要用呢個問題作結。佢問，即係究竟正方想中醫個喺公營個角色裏面嘅定位係點？我心諗，如果咧正方如果真係知道嘅話咧，咁其實反方就會好難打嘅，即係呢個問題。如果佢真係揾到一個好獨特中醫喺公營體系裏面嘅角色定位嘅話，其實如果你哋真係知咧，調翻轉反方就會好難去處理。但調翻轉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冇問翻反方嘅，就係、是。咁你哋今日反對咗成場啦，又提出咗好多唔同嘅反建議啦，又或者好多其他唔同嘅輔助方案。咁但係其實你哋心目中，你哋想中醫繼續點樣發展落去咧？你哋自己又覺得中醫嘅定位應該係點？即係我覺得呢條問題其實好關鍵嘅。結辯如果即係唔好純粹當係一個保健上面，好似一個引觀眾反思嘅地方。其實呢個反思嘅地方應該係今日雙方自己嘅場上面最先擺出嚟嘅嘢，但反而就喺最後先聽到。咁我就從呢一點去講啦。因為咧，我覺得其實中醫咧，首先我唔敢話大家有誤解，因為我唔係中醫。但喺我準備嘅過程裏面咧，都有訪問到一啲即係真係喺中醫部門裏面做教授嘅學校嘅校友啦。咁其實都分享咗好多，咁都不妨大家分享一下。咁第一個咧，其實就係中醫喺香港嘅定位其實幾特別嘅，就其實咧佢基本法第138条咧係有訂明到政府係應該要去到發展中西醫呢個範疇，139。咁所以咧就係、雖然佢係講翻咧係政府要自行去制定方案，但係其實咧佢同一時間都係講明咗係一定要發展，即不過你發展個方向係由本地政府，即係由港府自己去制定。咁其實呢個理據係好強在邊度咧？就係、其實喺基本法起初嘅時候已經確立咗香港係應該要有中醫一個高嘅地位。你先至會將佢包括醫療化，你想先至會叫政府去發展。咁你從呢一點去睇咧，我就覺得政方嘅主線其實係開得好，但後面咧就淪為咗一啲論點或者係喺後場嘅部分，佢本身拗就有啲可惜。例如係雖然主辯冇提到基本法，但你有提到由80年代就開始正式規管。咁你一路走落嗰個發展其實係點樣逐步邁進嘅呢？如果政府最終唔係想將佢納入公營醫療體系，點解要做中醫認證？點解要做中醫認證？點解要開設中醫學位？即係俾啲大學開中醫學位？點解要開三方先導計劃？即係呢啲你應該係問嘅。而就算咧後面再去做追翻數搶功嘅時候咧，都應該係用呢啲方法去問。譬如當對方咁質疑這個公帑係唔應該落入對中醫手中或者中醫服務嘅，咁而家三方先導計劃係咪取消咧？而家醫管局架構下下嘅中醫科研部。投放了勁多的資源去補貼俾中醫大學嗰度做研究喎，呢啲係咪都要取消咧？因為佢最終都係唔可以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嘛。咁點解你要俾錢佢哋，等佢哋自己出嚟私人執業嘅時候提升個醫療服務？因為咁係講唔通嘅。所以其實應該係循呢個方向去做一啲反擊。即係如果用辯論嘅術語，就係嘗試一下無限上綱或者歸咎。即係如果你講法啱，而家好多嘢都要取消喎。咁我18间今日都唔應該俾，將軍澳嗰間都唔應該再俾啦。點解要吸收臨床經驗啫？你最後都唔贊成佢兩個公營醫療體系啦。咁佢吸收完咪就係益咗啲私家中醫咯。咁係唔合乎公帑運用原則嘅。你應該係咁樣去追問。第二樣嘢咧就係正方去到後場咧，就好似好想打甩人哋嗰個中醫醫療券嗰個方案啊，就好想強調分立呢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咧係要打嘅，但係你要記住邏輯上咧，你反對到中醫醫療券係唔代表中醫服務應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即係幫助你論證辯題嗰個關鍵位喺邊？你應該係講你而家覺得用中醫療券好，但你同一時間覺得醫藥費貴啊嘛，或者醫療診金貴，或者佢根本就係醫緊啲你唔應該醫嘅嘢嘛。咁第一，
如果呢個原則係啱嘅，其實你唔應該俾任何公帑俾市民去接受呢啲服務嘅，是其一。其二就係、是，如果你哋想成立對方嘅法院，咁就應該係話，咁我更加應該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去規管咯。因為納入咗之後，第一藥費係會有標準套餐式嘅收費，即係會釐定咗標準價格。就正如其實西藥未納有啲西藥出咗未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個使用之前，佢啲價格都可以好。都可以差異好大，有啲藥廠收某些藥就可能收到幾萬蚊，有啲藥廠收嗰只就淨係收幾千蚊。當然啦，個差額係因為個副作用有唔同啦。咁你就係因為要有公營機構去做監管，或者去制定一個標準基本嘅底線方案，所以先應該納入啊。咁呢個係你應該成立就係講納入咗之後，你先至會確保咗醫療券唔會係無底深潭，就係咁啦。咁最後一個正方問題咧，就係、是。對於中醫嗰個定位，頭先就係咁講。大分立上我認同嘅，但係你哋最欠奉嘅就係、是、你冇講到人手。你如果想講分立，你都講下你預計納入咗公營醫療體系之後，中醫服務提供到幾多人手去舒緩而家人手不足嘅問題。但你哋不斷就係口號式咁樣講話舒緩人手分立，即係我假設就係你哋相信多一個中醫生都已經，即係多一個中醫師都已經算係分立，但我係唔接受呢個講法嘅，雖然反方好質疑嗰啲人。但係你需要多啲嘅資料去論證呢一樣嘢。而中醫嘅定位咧就係、是、你哋不斷咁用外國同埋用一啲語例，一啲權威嘅語例去論證中醫係有佢獨特性。但係其實咧呢一點，即係成間講法方都會講到，就係法方做得比你哋好嘅地方咧，就係佢講得好 detail， 佢真係講到俾我聽中醫點解費事，點解冇效，點解失事。OK。所以其實如果你哋有上個中醫動咧，即係 CMK 呢個網站，其實佢裏面係有啲科研嘅成果同埋治療嘅先進嘅地方。咁其實應該係攞多啲實際嘅病出嚟，因為呢個係正方優勢嚟㗎。反方一定唔會遇到你講中醫攞嚟醫啲咩病。但係今日好為人哋就係正方係一個獨特嘅病都冇講過，你淨係講慢性病。但係有某啲慢性病係針三次就搞得掂，西醫係要食三年藥。咁邊個快？你話俾我聽邊個快？就係咁。調翻轉啦，講反方啦。咁我覺得反方係本身係難打嘅，因為其實咧，第一你又唔可以好大力咁樣反對中醫本身個價值，但同一時間又要反對一樣價值你反對唔到嘅嘢，佢納入一個公營醫療體系。因為常理都會覺得好嘅就應該係政府去包底咗。咁所以咧，其實主辯咧係衝突，即係條主線設計唔好係衝突，係有啲 tricky 嘅，因為佢係要求。正方唔可以淨係講中醫嘅好，要講到佢有個必要性，同埋要現時就加入。而呢一點咧，其實後場冇把握嘅，即係你哋冇把握到主辯開出嚟個時間性啦。先烏物論呢個標準係合理定唔合理？你問我就一定合理㗎啦。即係條件係冇限時間性嘅。咁但係我覺得法方有呢個權去提出呢個要求嘅。咁就睇正方點回應啦。咁但係當正方提主辯提反方主辯提出咗之後咧，一嚟其實正方係當聽唔到嘅，二嚟。後場又冇乜好大家利用現時呢個位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想講現時呢個位，你先至強調得到而家都仲係好唔成熟，咁你就話俾我聽點解係而家唔成熟，而你預期要成熟到咩地步先應該加入 ？OK， 咁應該係咁樣運用啦。而第二樣嘢就係你哋所講嘅中醫有啲特性嚟附加咗俾佢嘅，咁我相信係策略嚟嘅，就係、是、譬如係你引用《黃帝內經》佢講未病先。未病先治，或者未病先醫啦，就唔係未病先知啦。OK， 咁你亦都有啲概念上面你有澄清嘅，譬如亞健康其實係唔等於有病嘅， okay? 又或者一個健康嘅人唔等於亞健康嘅。OK， 咁而香港係冇乜健康嘅人㗎啦，而家其實。咁但係咧有個小一直要小心嘅地方就係，如果正方開出嚟個方案，咁你納入中醫，即係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啫嘛，你唔一定全部科都要中醫科嘅。即係淨西醫有啲科係開，即係都開唔到，要叫你去做轉介啦。OK， 即係譬如納入牙科都冇㗎，但係你都可以津助嗰啲老人家去睇牙，洗牙都係一種護理服務嚟，咁你都可以津貼嗰啲老人家去睇牙。咁究竟而家中醫係一樣乜嘢嚟嘅？首先你首先用黃帝內經咧係有啲危險嘅，急出咁多本醫書，仲要係一本百幾年前嘅醫書，究竟同而家中醫嘅發展係咪真係匹配咧？嗱，我唔反對未病先醫係一種價值。但係其實，譬如你講針同埋灸，都未必係未病先醫作為核心㗎嘛，佢都係真係見到你有表徵，佢先至幫你針㗎，就係咁啦。
同埋咁即係畫圖都畫不停傷，即係中醫都有思術嘅部分，咁而思術嘅部分就一定唔係治療亞健康嘅，咁所以就係你哋對中醫個了解，或者你哋喺台上面 present 出嚟嘅時候，當然如果對方冇特別質疑係會扣分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預你講出嚟嘅容易俾對方反駁，即係如果對方講睇一本醫書唔係喎，本草綱目唔係咁講嘅喎，唔係喎，而家邊個大學嘅教授講現代嘅中醫已經唔係咁諗嘅咯，因為中醫唔係淨係得中國嘅嘢嘛，其實係融合咗唔同嘅嘢嘅，而家嘅發展。咁第二樣咧就係對於公營醫療體系嘅定位啦，即係你個理解啦，因為你哋就覺得係最基本同埋最迫切嘅服務，但其實喺公營醫療服務裏面咧，有好多嘢都唔係咁迫切，都唔係最基本嘅。點解呢？就係因為政府都係有需要去回應市民唔同方面嘅要求同埋期望，即係例如你即係就以最簡單物理治療同埋留院服務。即係呢啲都已經唔係最基本嘅服務嚟，即係譬如個醫生覺得哦，你係需要留院觀察嘅，咁其實係唔一定要噶嘛，但係佢會要求你留院觀察。又譬如有啲對於婦女疾病，佢會開藥，公營醫療服務係會開鈣片嘅喎，鈣片知咩鈣片？但係鈣片唔係一種攞嚟醫病嘅東西嚟㗎嘛，係攞嚟俾你即增加膽，即係增加係啦保健產品嚟㗎。咁按照你哋講法，又唔應該開呢啲藥。即所以究竟你哋嗰個定位係咪真係可以支撐到你哋成場？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呢個公營醫療嘅體個定位、個定義個來源喺邊度嚟？係咪有冇啲咩權威講過？或者你哋係咪即係每一個政策都回應緊你呢個原則咧？如果唔係嘅話，又好容易有個空子可以俾對方轉。咁所以就係總括而言，其實今日正反雙方第一個最大問題就係把握中醫而家嘅發展咧係唔夠嘅，對我哋講。第二嘢就係根本都冇好清楚地去講清楚，去清楚地去講明究竟公營醫療體系你喺大家心目中真正嘅理解係。而正方最大問題就係其實你冇交流到個方案，你係想點樣納入？齋係輸入人才啊，淨係應付慢性疾病同埋複雜疾病啊，定還是淨係提供針同埋救嘅服務，藥就出翻嚟私家或者自己配咧？即究竟係點咧？同埋你話津貼？有差距，咁津貼幾多咧？簡單嚟講，政府係欠缺咗個方案細節嘅設計，而反方咧就係、是、主線係清楚嘅，你就係反對佢立法啫，就唔反對佢價值。但呢個就係最大嘅矛盾，你就係冇講到，當你唔反對佢價值嘅時候，理想佢點？即係佢唔納入，佢又好，但係佢又唔應該納入。咁你想佢點？其實喺呢度你應該着墨多少少，而唔係胡亂定拋一堆反建議出嚟。我咁咪繼續做將軍澳嗰間吸取臨床經驗咯，咁咪派醫療券咯。但係另一方面，你又係咁插佢話，其實係唔應該，佢係唔應該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本質上係唔應該，因為佢係又胃啊、又肺啊、又係醫緊啲唔係病嘅嘢啦。即係咁樣做好唔飲啊！咁我覺得呢個就係雙方一個概括嘅方面。反方咧好直接講，我個人覺得你哋嘅主線
線咧，係令到你哋打落打得好困難。其實頭先評判都有提及過啦。咁點解咧？我講一個我個人自己嘅最基本嘅辯論觀念先。我要強調係我個人嘅辯論價值觀，因為唔一定個個辯論員都會咁諗，亦都唔代表我咁樣諗係啱。但我好多時唔係必然嘅，好多嘅辯題，尤其政策辯題咧，我個人會覺得打反嗰個咧，打弊處係會好過你打誠意肯定。正方打利處，打個好嘅正面影響，會好過你純粹打佢符合原則等等咁樣啦。咁所以今日反方咧，坦白講，你走出嚟第一個論點，你講下啦，就係佢嘅誠意。咁你直接個論點名都點叫誠意啊？咁我對你呢個論點嘅力度都會考慮覺得誠意嘅。而且此其一，第二樣咧係在於你嘅第一個論點咧，我覺得其實係雜亂嘅。你嘅第一個論點我拆開嚟講咧，其實你唔係一個論點。你係將三個論點放埋一齊嘅，點解呢？因為你嘅第一論點裏面講話，而家嘅西醫已經可以醫到好多科，已經補到曬醫到曬所有嘅科，所以西醫已經足夠啦。咁你呢度講咧論點咧係講緊中醫個需要性唔夠，即係因為我已經有西醫，西醫已經足夠啦。你講嘅係舊字，到後屘你又繼續講，咁啊有呢個亞健康嘅問題啦，其實同咧誒呢個公營醫療體系嘅基本理念。即係最基本安全網其實唔符合嘅，有個矛盾嘅呢一點都成為後場你打最多，我都個人覺得係你哋基本最有力嗰個論點。咁但係呢個論點唔係講緊同西醫夠唔夠，同頭先嗰個係冇關嘅，係你覺得就算西醫夠都好，係本身佢唔應該加入裡面變成一部分，因為你哋呢個嘅彼此之間嘅定位係有衝突矛盾，同埋本身是有啲負擔嘅問題。你發記得啊，健康嘅問題去到最終你講緊嘅係關於負擔，講緊關於我哋係咪將呢筆錢資源錯配俾一班你哋認為唔係最有健康需要嘅人身上，咁呢個資源錯配嘅問題啦。咁去到第三，你要繼續講話啦，即係呢個嘅，所以佢要延伸嘅就係呢個公帑承唔承擔到，就係、是、錢嘅問題。咁你會係一個論點叫誠意，但係裡面同時有包三樣嘢。咁我覺得你哋咧係分論點嘅時候要分得仔細啲。咁第二部分。你哋嘅第二點咧就係講話中醫未成熟，嗱，我覺得呢部分係正方冇好好咁去利用到嘅。咁咧點解你會講話中醫未成熟呢？因為反方今日呢條辯題咧，我睇下我個人覺得係難打嘅，係好難打嘅。難打唔係在於呢件事本身啱定唔啱，係在於呢件事本身政府已經做緊，做咗好多年下啦。你哋嘅立場某程度上好似要論證到俾評判一樣咩嘢咧？就點解政府自己一路做緊中醫？點解基本法講明話要發展中醫？點解又有先導計劃，又搞公營診所一大堆嘢嘅時候，唯獨將佢納入去呢個公營醫療咧係唔得咧？其實你哋要解釋呢樣嘢係好難嘅，坦白講，我覺得。咁所以你哋嘅立場選擇咗，你哋唔敢全反成個中醫，咁你就加咗個論點就叫做佢中醫未成熟啦。咁呢個嘅潛台詞意味住你其實覺得中醫如果成熟，其實係 OK 嘅，你係接受嘅。只不過你會極力論證佢而家唔成熟啫，但係呢個拿捏嗰個尺度咧，就變成你嘅論證站好重。因為事實上，正方好偶然爭完一句，點解唔成熟咧？你會做咗係你去答，佢真係淨係講一句就夠，但係你就要自己論證好多好多嘢，都可能都未夠。你見你論證到啲皇帝內經評判都會問你喂，咁你點算啊？點算啊？你有多啲例子啊？咁類似嗰啲。咁所以你呢個論點咧，都坦白講，我個人覺得論證責任極重。重到係你俾我評判，走去有 headquarter 啦，做咗咁多年人啦，你叫佢打我都懷疑我打唔到，所以佢會影響咗你本身呢一個打法上咧係會好困難，咁呢個要注意。但係正方真係冇利用到，就如你所講，佢自己都開埋話俾你知中醫未成熟，但係你哋真係唔會去走去問佢中醫點解而家唔成熟，你會問佢咁係咪而家唔成熟嘅中醫唔好做，係咪應該要取消，要去到邊一步？你真係完全冇問到呢啲問題，咁咪放生咗可以留。咁呢個主要嘅第一樣啦，即係反方嘅嗰個主線設計上，我個人好直接咁講，我會覺得有啲乜嘢係核心上嘅令到你哋打得困難嘅地方。咁第二樣咧就想講關於你哋頭先提及過，你最強或者講得最多嗰個點叫亞健康。我同意評判頭先所講，喺亞健康呢位上面咧，你哋係有捉咗你哋嘅論證，我覺得係好嘅。即係例如話時間長啊，係咩病啊，你有需要啊？同我哋基本安全網係理論上真係違反嘅喎，好似咁其實正方可以話俾你，即係正方所以都選擇會去講嘅，就係話佢覺得亞健康已經係會有病咁樣啦。咁呢部分上面咧，我對正反相當各一個大嘅意見。我覺得因為嗰兩邊都做得
中前場嘅時候，例如攻面、攻格、攻打，或者喺一副嘅位置上面，偶然咧都用一啲字眼咧，我覺得係未去到你真正亞健康達至嗰個位處。你哋齋即係你會講話咩啊？你話我引咗呢啲句咯，亞健康如果將歸納佢裏面嘅話，市民係咪會受害啊？即係類似咁我怕市民點解會受害咧？佢亞健康去睇病，點都唔會去到受害嗰邊。咁所以咁意味住你哋用字，咁呢個你分之有啦嘛。你語言運用用字唔夠準確，你哋去最終我感受到你哋想講嘅其實係負擔上會不必要支出增加，延伸嘅係講緊資源錯配都未夠噶。嗱，論證呢樣嘢就永遠掛到最深，資源錯配衍生再下一步係講緊更有需要、最有需要嘅嗰啲病人唔能夠得到適切嘅治療。例如，如果你套用翻政府嘅資料，有科同學你都識得講，原來而家門診專科排個手術，隨時講緊要一年。而家你家人排個中醫，然後你要平時唔使睇病嘅亞健康嘅病人都加埋。哦，預防以前唔使睇，政府也要負擔埋。市有條理以前唔使睇，而家負擔埋。一切都講緊嘅係令到你嘅分流做唔到之餘，更加多人睇病，睇嘅人每次睇嘅時間更加長，結果就會令到最迫切有需要嘅人，佢哋排得越長，一年冇負荷健康問題咁樣。咁你就可以將呢樣嘢係發到最大化咧，我覺得就係你最強嗰一點嚟嘅。咁呢個係要注意啦。正方咧就走出嚟，真係純粹講亞健康就係一種病。你哋概念上咧，嗱評判就覺得啦，話啊反方曾經話亞健康唔係病，我判斷唔到，我唔知。咁我覺得你齋第一步咁樣打咧，我話唔得，但你真係冇再進一步去論證。咁你哋我覺得有你呢個論證係咩咧？例如亞健康，你去醫治就會令到之後唔會出現唔健康嘅情況，走去睇你個西醫。亞健康嘅情況，你要去做治理，去睇你個中醫，就唔使佢去排你個西醫，就可以有助你個分流啦。咁呢啲咧，你咁樣打，我覺得係會係真正做緊嗰個論證圖，配合緊你主線嘅第一點分流嗰一步。咁我呢樣係做得比較足啦。好，再落去。另一個核心啲嘅論點就係到底調理同埋養生呢樣嘢。其實今日咧，即係你講調理啊、養生啦，咁啊中間有一個好明顯嘅雙方嘅分歧喺冬眠嘅時候，就是、到底睇中醫係見效快定慢咧？你嗰邊好強調係慢，佢嗰邊好強調係快。咁其實呢個位咧，就雙方嘅一副要注意。喺冬眠出現一個咁明顯嘅分歧位嘅時候咧，我好坦白講喺嗰個位，邊個一副能夠就住？見效快定見效慢呢樣嘢，你能夠做足到論證嘅話，嗰度一定先攞分，攞好多分。你攞到曬個強勁結論，對方冇講咧，係完全有助於你後場嗰個發展嘅，因為佢真係好大關鍵。咁呢部分上面，我覺得呢個我俾反方，即係反方你一副咧走出嚟七隻字，一針二灸三種藥，你講即刻快，即刻搞掂。即係坦白講，你可以去再回應，就係話啊，因為呢一部分嘅病唔係全部嘅病，有啲中藥都一樣可以發現啊 ，OK。但你都已經變成咗要事後再去防守。咁你哋嗰邊正方，我覺得咧就少啦。你嗰邊做嗰下係好嘅，佢問係咪，跟住話唔承認，啱㗎，你就唔應該承認。但你哋欠缺嘅就係喺之後嘅一副二副度再做相關嘅論證。論證係咩咧？評判啱啱做咗啦，就係嗰啲咩三次針搞掂你三年嘅嗰類嗰啲。咁我覺得今次咧，正方一部分呢啲地方上面咧，其他地方你做得好好喎，但係呢啲地方你挖得比較深，係可以去注意嘅。咁啊，所以內容上咧，去到最終咧，會改一樣係俾正方嘅意見。咁頭先有講過就係話，我覺得你哋喺做自己嘅主線啊，各樣嘢係做得好有餘啦。但係你哋欠缺嘅係咩咧？內容上面係你哋冇善用你哋最好優勢，亦都冇挖掘到你哋最深。咁我講兩樣。例如，咁反映出嚟係咩咧？下次你做啲辯論嘅時候，可以更加多去思考嗰個政策嘅趨勢同個定位。如果當你考慮整個趨勢同定位，你要知道你可以善用嘅就係點解度做緊而取消。另外，另一樣嘢就係宏觀同微觀。今日你做得好好嘅就係宏觀方面，例如乜全球其他國家點樣去做，你都講埋其他地方嘅情況，你都講埋呢啲好好噶。但係喺個別嘅一啲案例啊情況講得好少，例如去到結便，我先聽一個好清晰嘅例子，癌症，然後你就會食嗎啡，你可能會便秘，而中藥咧就可以幫你調理到，哇！但我即刻疑問嘅，點解前場出
而且潛上點解要出到令到我感覺到呢一種情況可以係普遍出現呢？咁呢個要注意嘅。例如你哋有冇諗過嗱？你不斷話咧邊有知中醫嘅好，但係其實你有冇強調或者你自己有冇思索過中醫嘅好係好處？你最想打嘅係中醫醫病方面係可以隨時快過西醫。你想打嘅係中醫做到西醫做唔到嘅預防同埋調理。到底你想打嘅中醫裏面嘅邊一部分呢？咁你今日話俾我知嘅係中醫多人有信心，中醫多國家認可，中醫嘅發展成熟，呢啲係宏觀嘅，但係細節上我都可以去考慮嘅。咁然後內容上講完，我想個別咧講個別一兩個變異同埋衍生一啲少少嘅問題啦。第一樣反反轉，咁啊俾啲鼓勵你。咁我覺得咧，我想你之後你自己記住，今場你講嘅兩句説話，第一句咧就係食嘅。第二句咧就係，但係中醫係入唔到急症室。嗱，你轉變咧嘅分數咧，話俾啲專講咁多內容咧，係唔會今場比賽係唔會有你呢一句，但係中醫係入到急症室，入唔到急症室呢一句咁有力嘅。呢個係咩嚟咧？就係當對手揀咗你去打呢一個嘅攻辯嘅時候，坦白講，表現唔理想，絕對係唔理想嘅。咁呢個唔理想，根源於就係因為可能未必每一個同學都有曬心理準備，預自己要打攻辯，事前對自己稿件。邊樣原因一定嘅？對自己個人位置組件，稿件一定係最著眼，確認。但係唔會有任何一個辯論員去練啊、思考啊呢、這個自由辯論啊、台下問答，係用多過自己稿。但係同樣都重要，尤其喺呢一個比賽之中，尤其如果平時都知道自己比較強，打波能力越弱，喺呢部分上面要落地苦功係會最多。咁呢部分咧，所以你開頭你會承認唔理想，同自己講下次唔好再咁。但今場你做得最好嘅就係，終於你會大聲講話，但係中醫係入唔到急症室，嗰句就係你真正理解呢條辯題，你大聲去講嘅嗰句説話。咁呢個係你之後可以慢慢進步嘅方法，呢、這個注意。第二個想講咧係反方嘅預付同學，咁啱啱預付同學，你要俾你成句推舉出嚟去打攻辯咧，都意味住你應該可能係大家認為你係嗰個全場。分數上我坦白講，可能位置上你未必高過其他，甚至可能全場四個裏面啲全場最低。不過你上限可以是最高，因為好睇出嘅，你明顯是其中一個最有思考、最會去考慮點樣反駁嘅嗰個同學。但你要輸嗰啲咩咧？你好明顯啊，輸嗰啲演技，你要焦急，輸嗰啲風度、拍台掉筆咁等等嗰啲啦。咁唔緊要嘅，因為你要同你講，亦都係所辯論員知道，辯論就係一樣漫長嘅事，係要逐場逐場去改善進步嘅。咁你自己願意思考啊，反駁啲 OK。盡快逼得翻，令到自己一啲嘅表達啊、演繹組織嗰啲都做好埋，咁你就會好好多。但係呢啲就係辯論，一定係要漫長進步。最後一個想講咧，就係正康嘅辯護同學，你係好出色嘅，我非常欣賞你。無論係你嘅個人嘅內容啦，你資料長期，我唔係講個人為止，喺自由辯論嘅時候，好多嘅回應，你係用資料去回應，了然於胸呢啲好者讚賞。喺公辯問答，你嘅節奏嘅控制處理好有風度，亦都好識得幾時拿捏，全部我都好欣賞。咁但係我坦白講，你會每一場都攞得好平穩，絕對係一個差嘅分數。但你未必一定每一場會俾人覺得哇，你係好升嘅嗰個。所以你再落去再進步係啲乜嘢嘢？兩步，第一步，你係一個好温文，亦都係辯論上有少少見嘅男孩子，但係你欠缺力度。下一步你需要嘅力度，咁你做好多基本方法，嗰啲語言節奏啊、氣勢啊、某啲嘅用字詞匯啊、排比修辭嗰啲，你自己思考。再落下一步，當你感覺到你打落都有力度之後咧，係你嘅個人風格。咁就係個人風格，講嚟講去咩叫辯論嘅個人風格呢？其實就係當你自己講嘅時候，你覺得你係有自信，人哋睇你嘅時候覺得你有自信，可能係幽默，可能係鬆容，可能係講緊正氣勢好有力咁樣，唔緊要嘅，有唔同嘅腦。但當你打的時候，人哋感受到，你自己都感覺到，咁嗰個就係最強。咁我大概意見係。咁咧講翻啲定例先啦，咁咧喺前輩咧講咗好多啦，
略略補充啦。咁我自己咧就冇準備過呢一條辯題，即係我冇帶呢一個比賽啦。咁所以可能我就聽嘅時候咧就冇前面嗰位評判佢知道咁多資料嘅，即係包括咩基本法啊、三條嘅，啱啱講完全識，亦都好多嘢咧完全唔知聽唔明。咁但係個問題咧，我又自己反而覺得咧，因為我聽到兩位評判講咧，佢係覺得可能反方係好難下嘅。咁但係我咧就覺得咧，反方喺呢一條辯題上，的而且確咧喺先天上，即係對於嗰個中醫嘅概念咧，係好難反對嘅。但係成條辯題擺翻出嚟睇咧，其實反方嘅發揮空間咧，其實比我想象中嘅咧，即係聽下題比較上咧，其實我覺得想象中嘅咧係為之更加多。包括啲乜嘢咧？包括有一樣嘢咧，我今日咧聽完之後咧，好期望可能反方會拎出嚟自己，即係將正方講嘅嘢去為己用。但係當然咧，就好遺憾地冇發生呢樣嘢啦。就係正方一開始引用中醫嘅服務，好多人去睇，有一個廣泛應用性嘅時候，佢用嘅資料係咩咧？係現時十八區有一個公司型嘅嗰個合作嘅嗰啲中醫診所，有一個唔錯嘅嗰個人數嘛。咁我第一時間叮聲，我就諗啊，如果而家公司型合作都 OK 嘅時候，咁有咩咁特別要擺個公營醫療機構咧？即係你要明白喎，公司型合作係一種模式，公營醫療機制即係體制係一種模式。咁如果正方自己都講到公司型合作嘅現時模式咁好嘅時候，我係反方，我可能會主張打呢一樣嘢。即係如果反方嘅諗法或者反方主線嘅建構，坦白講咧，我一若同意前面兩位所講咧，個主線建構有啲困難嘅上面啦。但如果我要建構嘅主線係好似反方咁講，係比較集中於要想有啲反方案嘅，因為其實我聽到反方咧一直都有嘗試拋出一啲解決方法嘅。包括一開始講醫療券啦，去補貼啦，包括後面又有另一個唔知藥物名冊咁樣啦，嘅類似啊呢啲好似反方案嘅嘢咧，其實有少少係想去用呢一啲嘢去削弱對方將中醫擺入公營醫療嘅嗰個必要性或者嗰個咁特別嘅地方啊。但係如果係我嘅話，我就覺得因為呢兩樣嘢都好啦，正如頭先評判都講咗啦，太難論證啦，都對於反方嚟講，而且今日的而且確就咁講完個名出嚟，其實唔代表啲咩。但如果係我就覺得反方嚟講，我都幾有優勢或者強。位就係、是，如果你講到公司型合作咁好嘅話，咁我唔明白啲咩分別嘅，你講兩樣分別喺邊？而坦白講，我聽完成場咧，我都聽唔到正方講個分別係乜嘢，除咗個補助嘅金額唔同之外，咁但係下一步引申出嚟問題就係、是、啦，補助金額呢一樣嘢係唔係一個理由，或者係咪真係一個好好嘅理由去證明佢應該納入公營醫療機構咧？嗱，坦白講，我會認為正方講話好多人想睇中醫，因為唔夠錢呢一樣嘢非常之合理。但個問題就由於呢一班人想睇中醫，但係唔夠錢，所以就要擺入公營醫療機構啦。呢、這個邏輯係咪能夠咁直接咧？坦白講，有啲風險嘅。原因係啲乜嘢呢？原因係因為咧，近來我都準備緊另外一啲政策嘅議題。咁我就類似一啲內容咧，我都教啲學生人講。嗱，如果對方因為我哋講一個政策，仍然喺社會有一個社會需要嘅，咁我就同啲學生講啦。如果對方走出嚟同你講話，因為呢個政策有一兩個失敗例子，所以就唔應該喺個社會存在啦。你覺得合理？同樣道理，其實有啲類近就係，因為有一班人希望睇中醫，所以就擺入公營機構嘅話咧，其實你將中醫嘅立場換做其他嘢咧，咁政府就會逼入得太多嘢啦。呢一個其實正方你要好小心，你有冇咁嘅論證嘅能力論證得到咧？因為坦白講，我覺得今日反方係最強嗰個論點，應該係要集中去攻擊對方嘅嗰個方案細節，而且最重心嘅係嗰個負擔。因為我覺得公營醫療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縱使我知道有啲嘢政府好，佢就應該做，但係等唔等於佢做得到，或者佢等唔等於負擔到咧？尤其是好特別一樣嘢喎，正方自己都成日講人口老化、醫療負擔等等嘅問題就，如果承接呢一個趨勢，你同佢講啦，你都識得講呢一啲問題嚟多咯，加上你自己講亞健康嗰啲九成人都係有病在身嘅人士嘅時候，我想問政府要抌幾多錢落去？政府係咪一個有能力做呢一樣嘢，或者係應該做呢一樣嘢咧？嗱，又翻翻去嚟緊貼就香港人民福利主義啊，政府做呢一樣嘢係合理嘅，係咪可持續咧？等無限類嘅問題咧，其實反方係可以用呢一堆嘅問題、負擔嘅問題、細節可行嘅問題咧，令到正方好難嘅，政府覺得。咁但係今日就有啲可惜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覺得雙方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坦白講咧，去到中後段，去到二副左右嗰時咧，我係極度難集中精神去聽呢場比賽。原因係咧，無論係今日我俾贏嗰邊定輸嗰邊咧，都俾咗太多嘅問題喺個腦入邊瘋狂喺度問緊一啲嘢，包括其中個核心嘅問題，個比賽完結都係未有人嘗試，唔係有答案與否啊，係未有人嘗試拎出嚟討論過，就係到底醫生呢兩粒字係啲乜嘢嚟嘅？
即係今日我聽完聖誕雙方嘅講法咧，佢覺得中醫咧同西醫咧係好似一模一樣咁樣，即係唔知點解就係因為正方起咗一個解釋嘅方法，就係話咧我要減低個負擔，提高個質素。然後佢當中啲資料包括啲咩咧？例如急症室係可以即係分流啊、舒緩人手。嗰時候就諗，咁班中醫點樣入急症室咧？即係正如啱啱講嘅話，封建患者受嘅最值錢嗰句説話就係中醫點入急症室咧？再深入發揮落去就係，如果今日有車禍啦、有急症啦，我咪揾翻中醫入嚟金倉嘅。咁我就諗，即係呢一啲問題啊，如果方方面面出嚟打嘅話，其實係好能夠拆穿對方嘅嗰個問題，唔係話中醫一無是處，而係話中醫係咪真係舒緩緊你開出嚟嗰個問題咧？包括係分流嘅嗰啲問題咧。不過反方同樣地，今日問題啦，就係我諗啦，到底乜嘢係公營醫療機構，或者乜嘢係公營醫療體系咧？因為今日反方其實成場簡單嚟講咧，我就聽到四粒字啦，就係最後防線。總之你未去到死嗰下，你未去到最緊急嗰下咧，都唔需要用中醫嘅話，咁中醫就唔應該打佢啦。咁我就又會倒翻轉嚟諗嘅就係、是，咁大佬有啲病咧，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啦，或者有啲病咧，中醫又醫得，西醫又醫得咁樣。咁點解公營醫療體系一定要係去到最最最緊急就嚟死嘅時候先可以醫咧？就算係咁樣講咧，都唔緊要喎。你嘅立論又能夠支持到咧，咁我又會諗啦。其實依家西醫啦，之前呼呼啊、婦產科啊等等呢一啲嘢啦，都唔會死人，同你都唔係緊急嘅嘢，甚至乎咧，我眼啲都會係中醫。又或者甚至乎我本人咧，都可以同分享一啲經驗嘅。我本人都基本上咧，由細到大都係一個藥物實驗群嚟嘅，中西醫睇唔少啦。本人又輕度藥皮嘅 ，OK。所以每一年都會去瑪麗醫院覆診咧。其實佢冇做啲乜嘢，佢就幫你 check 下醫啫嘛，即係睇下你嗰、那個即係嗰個聽力嘅問題同退化咯。咁其實呢啲又唔致命又唔緊急，咁按照你嘅邏輯，係咪又要重啲燒？係咪又點樣存在公營醫療體系咧？其實又好講唔過去嘅喎。咁但係你講緊嘅嘢嘅邏輯，其實貫徹緊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又好危險，亦都好混亂啊！即係混亂到地步就係、是、其實今日正方雖然冇繼續發揮落去去講，但至少位正方主辯聽到嘅就係、是，起碼你分咗三層，包括專科、包括普通嘅、包括急症，咁我都大概有個理解知道公營醫療體系係啲乜嘢，而且比拼於反方一開始轉變出嚟講話緊急，即係最基本安全網，先係公營醫療體系嘅一個比較咧，較有說服力。即係老實講咧，其實可能講嘢啱嘅，但係問題就在於喺辯論比賽上咧，聽出嚟邊一個比較合理，解釋得完整啲咧，就係、是、嗰個分組嘅。咁但係咧，正方亦都有唔少地方咧要小心啲啦，包括其實我覺得資料運用上咁嘅反方係比較。因為譬如咧，去到主辯一開始已經有一堆文學嘅制，例如你嘅第一論點話促進中醫發展啦，咁先唔講係今日咧，去到後場都冇幾個論點制嘅，我都聽唔到到底你點樣促進咗咧，促進咗啲乜嘢咧？反方其實有問過下，有嘗試質疑過，咁但係都係一樣嘅啦。而且咧，你話咧，即係因為佢診金貴，而且又壓低工作量啦，所以啲人手就留低啦。咁呢一個咧，我第一個問號就係人手留唔低。咁但係你有冇數據喎？去到後場咧，突然間雙方就按人手過剩喎，咁就開始調制，咁到底係人手留低咧，人手過剩咧，定係唔夠人手咧？咁到底中醫發展成件事係點樣？即係而家喺人手上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咧？其實係你如果要論證，即係如果你嘗試認為呢一個你嘅文件咧唔夠位嘅話咧，你要諗得再周全少少。咁但係咧，反方亦都有一個位置，我覺得邏輯上咧，其實好牽強，我覺得有少少令到你哋陷入一個打得比較辛苦嘅原因，就因為咧喺承認專業呢個位置上，我覺得都係有少少問題。因為咧，你哋嘅論點其中包括質疑佢發展未成熟咧，你係質疑緊即係中醫藥功能低咁樣，佢專業係咪真係係一個好有說服力嘅咁樣啦？但係你去到公辯或者即刻承認，即係人哋問你承認中醫嘅專業咧，你又即刻承認嘅話咧，我會覺得。有少少聽落前頭係有啲矛盾，即係如果俾我諗嘅話，我會比較理想無疑方法就係我唔承認，因為我都做緊啲運，佢係咪真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即係嗰所謂佢攞到牌咯，或者所謂佢成為註冊中醫師嘅嗰個理論或者嗰個學術係咪真係咁可信先咁樣？即係當然啦，其實要聽落後場發展咧，會發現其實可能正方佢講中醫係比較有用嘅咧，係多啲資料嘅，但係停喺嗰個位，我當時如果你要我俾分，我就諗就覺得。我都唔係好相信中醫人真係咁威，因為正方係主辯，其實都冇點信正方，只不過後面佢從我開始就掟啲數據、掟啲資料出嚟啦。咁呢一個咧，我會覺得喺呢一場比賽性評判嚟講咧，經驗可能未必係最好嘅。但係個下一個人生嘅問題咧，其實啱啱評判最後都有講，最後一樣嘅就係今日雙方咧都實在太欠缺一啲實際嘅例子啦，包括你話例如佢時間長長成點咧？
你求其俾啲例子我，或者俾啲醫病嘅例子我都明喎。即係譬如舉個例，本人又分層啦，本人都幾熱愛踢波嘅，試過有一次踢波就唔知拉伸呢啲肉定乜鬼嘢，就整翻隻手。咁我係睇曬醫啊，嗰次有啲唔係好翻。亦都試過有一次咧，都係踢波就拉伸神經，不過嗰次就都係睇中醫。咁因為一隻腳都屈，唔係睇中醫，但係都明白好翻嘅。咁我會揾個問題就係同喺時間上，當然啦，我會答個正方向呢個解釋就係，上面真係差咁遠咧。但係答嘅反方其實你都可以分享到一啲嘢就係啦。我都的而且確試過睇中醫係好耐都搞唔掂。咁係咪真係有用咧？等等呢一啲，如果你要打呢啲嘢咧，最好俾啲具體嘅例子。因為坦白講，鄭強去到最尾咧就係正方見面啦。我先聽得到，即係點解喺正方嘅世界入面，中醫咁特別可以補足到西醫咧？你要俾啲實際嘅例子我。你怎講呢句嘢咧？我 OK， 我接收到呢樣嘢。但係真嘅咧，我成日好多人問。如果你加埋嗰個例子話俾我聽，嗱，癌症嘅治療就有乜分別㗎啦？或者推而廣之，可能物理治療上都有差異嘅，甚至乎一啲慢性咩人癌症咧，可能都有唔同差異。你先可以呈現到俾我睇，即係中醫點解咁值得買人工嚟睇。反方同樣道理咧，其實冇絕對答案嘅。我覺得呢一個位置上，正反雙方都合喺咁解。你咪同我講咯，喂，雙方感冒，我覺得啱嘅，好合理嘅。即係雙方感冒，我睇西醫一兩日就搞掂㗎啦。我試過雙方感冒睇中醫，睇咗成個禮拜冇翻，係啦。咁到底個分別咪就係呢度咯？其實站在反方角度都啱嘅喎。其實但係問題就係咁啲，你點樣具體啲將呢樣嘢掟落評判個度度咧？咁就係令到你嗰個分數上也好啦，或者個水平上也好咧，多個分別嘅。咁大體嚟講就係咁多啦。咁如果仲有時間有機會咧，個別有問題都可以再問我嘅。咁最後就好好 keep 住呢一個阿介爺嗰張嘅貓紙啦。咁我三年初大專咧都攞過呢張嘢，咁就都仲喺個包入邊嘅，暫時喺度嘅，係啦。咁啊真係獲益良多嘅，因為當時咧佢都啟發咗我思考，即係前面都做一個負面嘅一啲處理，係啦。咁就希望大家喺呢一個聯賽底下咧。咁就聯賽嘅其中一個最大意義咧，即係賽會搞嘅就係因為希望可以大家持續咁樣演練落去啊嘛，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做落去。多謝各位。正方得票为3票，反